大家好，欢迎收看江苏卫视和 BOSS 直聘联合打造的职场观察类纪实节目《老板不知道的我》，我是李想。老板不知道的我，有问题直接跟老板谈。介绍我们的职场观察团 ，BOSS 直聘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认识最多老板的老板赵鹏，欢迎赵总。两哥好，大家好。欢迎最自信的打工人王菊，欢迎。Hello。欢迎最有才的打工人陆虎，哎，又见面了。欢迎最多面的打工人许吉如，欢迎吉如。Hello。欢迎大家上微信搜索“老板不知道的我”，参与问一问互动热议节目精彩内容；上微博搜索“老板不知道的我”，参与节目讨论，共同探索职场新出路。今天呢，我们要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个词，叫做“精神内耗”。这个词呢，最近被提及的越来越多。很多打工人在职场上就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这样的状态。哎，45度，不上，不下。啊，很多人就是，哎呀，我想辞职，我想换工作，但是呢，月月拿全勤。对啊，不想庸庸碌碌，又没有办法在职场上出类拔萃，每时每刻都处在一种煎熬的内耗的状态，这样让很多的职场人，无论是心理乃至生理上，都会出现问题。来，面对精神内耗，职场人该如何自救呢？我一般我想这个事情，我觉得往好里想没个底，但是往坏里想，你能想到一个最坏的情况，然后你就最坏的情况你要怎么应对，就是这个结局你能接受吗？这个想完了，剩下应该都比他好吧？赞的。看样子这个是从来没有内耗的人。我也内耗，但我一般就是不会内耗太久，我会适当发疯。适当发疯就是外耗。我觉得这是一种情绪的平衡。如果迟迟不发泄，会对我的乳腺非常的不健康，所以呢，我就会回家发疯。比方说哪种方式？比方说，你可以在家里拿着枕头尖叫。或者捶打玩偶，把它形象成你今天让你生气的那个人，你可以骂他，甚至跟家里的宠物说话，跟植物说话，跟什么都可以，就是你要把你当下那个情绪没有发泄出来的脑子里想的那些话，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不会对任何人产生不好的影响的情况下发泄出去。反正这个对我来说是很管用的。我明白，这样适当的发疯才不会让自己真疯。真的要发疯了，真的要发疯了。我以前看过一本书，我觉得还挺有用的，是一个英国的哲学家叫罗素写的。他说其实过分的内耗情绪啊，他那个词叫陷溺在自己的情绪中，其实是一种自恋。就你老琢磨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关注我的感受，那没有问题，我们很敏感。但一个人如果天天琢磨自己的心情啊，想来想去，其实本质上他的眼里只有他自己。但是咱们扪心自问，想一想，我的感受有那么重要吗？10分钟想想可以了，我要今天一整天都在想许吉如的开心和不开心吗？我想是大可不必。我想有这个时间，也许给自己做顿饭，你自己吃不下，给你妈做顿饭。在具体中其实是会解决很多情绪问题。同理，有些人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也是这样子的。你真的对别人那么重要吗？完全不是。你现在突然想到一个你的同事或你的朋友，哇，他在你心目中多重要，你想说啊，不重要啊，一样啊。所以不用也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和感受。在我25岁到35岁这个阶段，我特别特别感谢一个东西，叫做书籍。就是你会发现说，你看书其实是一个让自己安静下来的过程，或者是看别人热闹的过程。因为书里讲了很多别人的事情，古往今来别人的事情，你通过看别人的热闹，突然自省自己。于是你就不会再让自己不上不下。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期我们的一对职场老友，他们是不是在精神内耗中折磨自己。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一期主人公的情况。马土兰。吹气如兰，马土兰。什么什么呀？嚯，首席创意官，起明星，20年，哎呀，这是够长的。哇，03年啊，那个时候的广告市场跟现在天翻地覆，可不一样。对啊。
啊，要离职了，那这个有什么问题呢？可能一个掌舵的人突然就是离开了，他觉得没有人，对，没人替他保驾护航了。好，那我们揭晓一下，到底是不是王菊猜想的这样？嗯、好。我叫 Paper， 是做广告的，从业有十年吧，现在是 BBDO 的一个创意总监。从你的角度，你会怎么介绍马姐？我可能会说是大明星。我叫马土兰，来 BBDO 之后是文案到资深文案小组长，副创意总监、创意总监、创意合伙人、执行创意合伙人、CCO 首席创意官、上海首席创意官到中国首席创意官。哇哦！对，我没有数过多少了，但是大概我的名片应该有换过十个吧。因为我李鹏博嘛，所以当时就找到那个 pepper， 就是那个胡椒的那个单词。当时马姐有时候她有点粗枝大叶的感觉嘛，就她嫖错了。对，她最后就叫成 paper。她叫 paper， 我觉得就是纸嘛，就是刚好我也是个文案，我说那还挺搭的，那就叫错就叫错吧，这个也挺好。我觉得 paper 也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人，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六神其实你单独放的话，它气味散的不大，加一个这种香薰的这个，然后它就挥发的会比较均匀，挺好玩的这。我很喜欢奇怪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我们一起工作十年了，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我倒是能理解，因为我正好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子的，他很崇拜崇拜的很崇拜的一个人，突然离开这个行业，然后我那个朋友抑郁了半年才走出来。就有些人可能在一些行业当中就是他的精神支柱。马姐好。哎呀，佩佩好。哎呀，都穿的黑色。你不天天穿黑色吗？你也穿黑色，今天撞色了是吧？那我就按这个了，这是什么东西啊？就要开始聊了。哦，是吗？好好好。个人照片没有贴，我想对老板说，在你离开后，你觉得我留在 BBDO 是一个好的选择吗？你为什么想问这个问题？你觉得马姐的离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哦，好厉害。哇。我觉得我离职肯定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不是做得好好的吗，干嘛要离职，这种感觉是为啥。所有人都觉得我在 BBO 有很大的空间，然后 BBO 的所有人我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妈妈给你这个，给你啊。好像一切都特别完美，但是我老觉得如果一个人处在一个你看似非常完美的状态下，它是非常危险的，尤其在职场。12月份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如果我真的死掉了的话，有没有什么事情会比较遗憾？哦，那就是那公司没开成，
然后我就想说那好好的要去把它开起来吧。哦，他自己创业。嗯，他要创业了。因为当时其实你是提前和我们说的嘛，对吧？差不多有一个多月提前，我记得是个周五啊。哦，对，对，当时听到就感觉很震惊。是吗？对，就真的超级震惊。因为那天晚上本来是要去和朋友吃饭，就那一下就感觉食之无味。真的？对，就冲击力特别大那一刻。对，就然后我不是连着就回你了三个表情包嘛，因为我看到你发了很长，几乎一页的内容。对对对对，当时我那当下那一下其实挺震惊的。嗯，我们在小群里也说了，其实就立刻他们就说我们该怎么办。对，就其实是引起恐慌了。嗯，就是说实话的话是引起恐慌了，然后后来也事实证明其实是算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吧，就整个网络圈我觉得那一天其实你的微信指数什么百度指数我感觉都上升了好多好多。对，那一天。对，好可爱啊，这表情包真的震惊了。你看到那条短信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呀？有毛病吗？对，当时就是怎么想不开了吗？那是一下蹦出的那个词，情绪会有点复杂。偷偷的走了吗？不要我了吗？我留这儿你忍心吗？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在我意料之外的。然后后来其中的一个总监还说，这就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吗？我突然想到，哦天哪，我好内疚。因为刚才他还说了一句话，说他不要我了吗？嗯，大概率他是很需要兰姐的。我也觉得、他很需要兰姐的。或者他下意识觉得，如果你走，你应该考虑带我们走、你为什么不这么想？对，我经历过的律师职场确实，如果一个合伙人离开，他会带人走的。因为本来就是个团队作业，就像你刚刚讲，确实是这样子，我们就是一个团队。其实我不是在给这家律师事务所打工，我真正的感觉就是我在给我的这位顶头合伙人，我是他的人。所以如果他走，他完全不问我的话，我可能会和 Paper 有一样的感觉。对对。不过在请人的时候也要小心说，一下子就成建制的请了一个完整的团队过来。因为这个完整的团队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成长，有它的文化和规则环境。那么现在来了新的文化和规则环境，那么有一点 culture shock。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新的团队比较容易，对于这个新的机构里不太好的、不适应的地方，集体加以抨击。所以很容易这个团队本身跟这个整个机构就分离了，最后对谁也不好。比较熟悉的人在一起八卦，一般不太容易说，你看现在既然咱们这个小组六个人闲得没事，我们共同来表扬一下我们这个机构吧。很少有这种事发生。哎，但是我们之间的这个建立纽带的很容易的方式，就是我们共同来 diss 一下，你看这个公司怎么这样，咱们公司最近是不是又疯了。这人性它不是真的对谁有意见，它只是为了互相进行一些更容易的信息交换。所以说 anyway 我们在请一个团队的时候要小心请一个完整建制的团队。但是你要知道，人家跳槽的时候愿意带几个更容易大家一起协作一起出业绩的人，此乃人之常情。对，如果你的上司跟你一起在这个平台上感觉没有办法施展，那当然可以一起走。但如果你的上司只是一个人走，想完成自己的梦想，你就大可不必跟他去。我身边实际的一些案例告诉我，通常跟着老板一起辞职去实现他个人梦想的，最后连朋友都做不成。有道理。但是呢，老板去完成梦想了，你依然留在这儿继续他未完成的任务，顶上他的空缺，反而他们会做很久的朋友。肥水没流外人田，我徒弟在接着。这个很重要。再就业男团如果苏醒离开了，哇，是不是很好？苏醒离开了，姚正就开心了。姚正想加入进来很久了。对呀、新的机遇。但是有一个马土兰说了一句话我不理解，他说越完美越危险。
但为什么越完美越危险呢？我没有搞懂，这个是何来的呢？比如说我本身在 BBDU 这样子数一数二的机构，我有那么多厉害的以往的业绩，我马土兰的名号在外面，各方面就被架在那儿了。就是好像他再做出什么好的创意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我揣测这种做创意的人是不是心里面会有那种不破不立的一些想法，觉得说，哎，我主动的走下来看一看，我换一个环境，我不在 BBDO 了，我做一家我自己的公司，我重新再来登一次顶，我能不能登上？自我挑战，可能吧。我想到一句广告词啊，小的时候吃过一款雪糕，它的广告词我现在还记得，叫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就是他呢，他现在是不是他的成就感呢没有像以前那么足了。他想再去苦苦追求一次啊，然后再去那些甜甜享受。就是我们自己做工作的时候，如果明明知道还有几件事没搞好，明明知道还有几个定义清楚的问题要解决，其实这个时候是比较安心的，因为你还有的做，你还可以寄希望于那个东西解决了。好，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希望聊聊就是创意的一些当下的变化。我感觉这两年品牌回来了，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做奥运营销嘛，它更在乎的就是品牌的效应，所以我永远觉得好的广告是为品牌服务。好，你还有什么问题？基本没有了。好，可能今天没有谈到您下一步的方向。说实话，下一步我也不知道，且走且看。但是我知道一定是个不同的东西，就是做广告的人永远要感觉到兴奋。我们要结束了。天哪，我一打开我的微信，几十万个微信。哎，哇，这么多啊。哦，原来 BBDO 发了公关稿，说我要离职的事情。哇，好多。哇，他们好好哦，今天评论好好哦，好温暖哦。已经有评论了吗？很多。哇，好多啊。牛，看来真的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在这样的一个行业里能有这样的结果很牛。当时拍要笑的照片，他说没有，就找了好久，找没找到，结果他就用 AI 自己搞了一下，说这可以吗？搞的，笑的好。AI 的原来是这么搞笑啊？他从来不笑。哦。这个字不应该写，又不希望你走了，抱一下。真的真的，哎呀，哇，谢谢 Peter， 拜拜。哎呦 ，Paper 要哭了，我感觉。哎呦妈呀！天啊，你下山了！哇哦，谢谢，好美的花啊！哇，这个横幅啊，谁写的？这也太有才华了吧！来，不然练一下，太。对了，有太多。哦，谢谢大家，真的。哎，我们还有蛋糕。干嘛？没东西。是不是要拍个照？拍个大合照。可以啊。好嘞，谢谢大家，我们上班了，继续干活。再见。
见。拜拜拜拜。我觉得马土兰是个很有神秘感的管理者，虽然说他是提前一个多月告诉我的，但是到那一天的时候，当真正要离开的那个时刻的时候，你那个情绪真的会一下子涌上来的。就是送花拿花的时候，就突然想到可能过了今天再也听不到马姐走路的声音，然后也再也听不到马姐进来的时候对我说陪盘早啊那个声音，就那一刻越想越伤心。对，就是他离开之后，其实对公司来说其实变化也挺大的，就可能我本身做的客户包括合作的团队都会发生变化，就可能自己突然进了一个不是自己的舒适区，可能会有风险，我自己其实对未来是充满不确定的。当时你决定要走之后，其实 Back 他们找过我聊的，他就有问说马姐的离开会影响你们 team 吗？我当时说是不会的，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如果有好的客户好的项目，大家都还是为了出作品的。当时我跟 Back 说我要离职的时候，他先问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想带谁走，你说个名单给我。谁会走？对对对，他问我谁会走，你列个名单给我。我说都不会走，我没有办法说我想带谁走谁就能走，他们都是为了作品去做的，不是为我去工作的，而且发薪水给他们的是 BBDO， 不是我本人，所以我觉得他们，我以我对他们的了解应该不太会走。因为上面也没有了你嘛，就是团队的人会因为公司的重组拆组这种，他们会感到不安和不确定，他们会离开。现在团队就无法掌控，对，团队就两个都离职了，对，其实还是挺大压力，那一段时间其实挺难熬的，就觉得突然上面的大树没有了，左膀右臂也没有了，就当时就真的有点无助，外忧内患的感觉，全遇上了。Hello， 哎，早，就。过一下架构吧。好，现在以后走了嘛，然后我看一下团队我们现在怎么调。好的，我们后来就这样安排，就是把他本来的四个组其中的两个组把它并成一个大组，然后有一个创意，这个美术和文案他们作为一个双引擎来驱动，一个大组就是这边 OK， 然后还有他的另外两个组呢就融进了我们本来就有的两个大组，一个百威组、okay. 一个马氏组，然后这样一个状态呢，其实他去年就跟我聊过他想要开公司，那当然第一时间我肯定是劝嘛，我说我还是希望你留，但是尼寇比较坚决，因为我私下跟他其实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也了解他的性格，就是尼寇这个人是属于他决定做一件事情以后他就会就一往无前了，然后我基本上15分钟吧20分钟啊，我劝了一下，我发现劝不动了，剩下一个多小时再聊他辞完职以后他怎么去做啊，所以也是一个很和平的分手吧。你知道留不住之后你当下会要考虑人员的变动或者什么？就首先我觉得他走了对他团队是一个巨大的影响，我说句很直接的话，可能一半的人都会不在了，包括总经理给我看的那个 structure， OK， 都是很美好的，但这些是纸面上的东西，纸面上的东西跟实际上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里没有什么童话故事啊，就是这个大家就留下来了，不可能的。我的老板走了，那我完全就是一个新的挑战，我要融入别的组，那我可能要选择调整，我要走，就很自然，没有办法，对，有时候人宁愿去一个新的环境，也不愿意跟一个不喜欢的领导。我就很直白说，因为有些客户可能就冲着马土兰来的。对吧，我肯定是已经做好准备，就是3到6个月会是一个不能说动荡吧，但是会是一个调整的一个时期，团队的变化，客户的变化，然后你要去想办法去调整，去把这个影响控制到最小的范围。但是这个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在
规模比较大的公司，如果上司离职了，对下属来说，通常大家第一反应都是不安全感，慌乱了啊，因为通常都是空降过来领导，或把你们并入到其他的领导的管辖范围内。对，哇，那种感觉，爸爸妈妈出差了，把我放邻居家，就这个感觉，就这感觉，哎呀，这取决于这个企业是不是有明明白白的制度，嗯，还是说，很多时候靠人来把握，人在，资源就在，客户就在。那么有些企业就像这种广告创意啊，那种五个大客户吃饱一家企业啊，这种地方比较容易以人为主。嗯，只要是以人为主的地方，就不要讲这么多漂亮话。老板走了，哥们儿，你坐几天冷板凳应该的。如果是明明白白以制度为主的地方，你凭什么获得晋升？做到什么就有奖励？怎样，对吧？你就能够这个有更多的机会。这些东西如果是写出来的，而且一直在一体遵行的，张三走了你不用怕，恐怕是你的机会。嗯，那如果真的是上司走，真的带走一个团队，那对于公司来说，是不是它的影响也跟您说的一样，这两种不同的制度的公司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跟大小年有关系啊。大年的时候有很多客户，但是呢团队少，这时候走一个团队就是钱走了。小年的时候一共三个客户，但是手里有八个团队，这时候走了几个，剩下的人可能还好，还好干活。你看看这个，就只有当董事长的人，对对对，他才会想到这一层。对，大小年的出来。对，会不会挡住我的那个？会不会？对，会。那他如果往前放可以穿过字吗？白老师，我在想他至少又有个动作和画面是搭的，因为要不然的话他的力量感就表现不出来。这个也取决于最后中间的英雄是谁。其实马姐走之后，我首当其冲的是要接过客户。那个项目其实也是耗时很久了，因为它是亚运会的一个项目嘛，因为客户投入也很多在里面，期待也很多，后期也很多，这也是 paper 应该算是第一次跟比较大的项目吧。就是反正那一段时间，就你宣布那个事之后，客户他和我们交流其实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你给客户提的一些建议什么，他们觉得啊不 OK 啊，然后什么就很难卖掉嘛。我们那个其实做了大半年的东西，其实团队也付出了很多嘛，就是突然因为你要离开嘛，客户也是知道的，我要怎么去赢得客户的信任，就让他可以成功的出街，然后保持品质。嗯，但我自己其实压力挺大，因为对我觉得要顶住。是吗？如果有一个人一直陪着你一起的时候，你更多的是安全感和熟悉感。但如果这个人有一天他不在了，你打破了这个熟悉感和惯性的时候，那就是你机会的时候，客户很买单我。但问题就是我在，客户才没看到你。那如果今天我不在了，客户就会看到你。而且之前我就一直有意无意的，你知道，很多时候开会开到一半我就走掉了。嗯，就很多时候就已经在给你创造这个机会，因为我更多时候不希望客户都说的是马图兰在哪里，嗯，而希望说马图兰没在也没关系。如果今后我们去合作或干嘛，我依然希望别人看到的是 paper， 这个才最重要。所以我觉得，但凡是有危机的地方，就是你的机会的地方。嗯。你接受吗？因为我看你沉默。你不觉得吗？嗯，我是觉得你说的也对，但是接受的过程其实是很煎熬的。你昨天做的书本啥颜色？给你看啊。它压上去之后都变黄了，感觉它压上去之后变白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在水下那部分你必须是白的。可以啊，那个 OK 的。但是你那个黑，那个稍微深了一点，不要看你那个黑稍微深了一点。说什么颜色都行，不清楚。第一个目前我也觉得不清楚，你看这个清晰度，你说还是人是糊的。我们现在的处理等于是说，你第一个镜头上来，想象力就到这儿了，没有惊喜了。
这颗镜头其实挺拽的一个镜头，力量感嘛，这个是最强。我建议是说把这个作为第一个镜头，会比现在这个有气势。那就是又改回去了。客户，因为前期我们包括和客户开会什么，其实都是马姐在主导的，对，客户也特别买单马姐啊，她不在的客户 OK 吗？然后我能 hold 得住客户吗？还是信任这个人。对，很有可能一开始就是冲着他来的。你有没有想过跟着马姐一起去创业呢？你说我不想吗？肯定是瞎话。我担心对于一个他刚刚起步，因为他要之前可能他只需要想创意，但现在他可能就要管水电煤，要管装修，要管财务，就是方方面面了。对，我不想因为我的一个个人请求去绑架他，给他造成一些困扰。对，我觉得为什么没有叫 paper 来，问题是人家做得好好的，我跟你说，哎，你要不要来跟我？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想？一方面我觉得说，哦，好像马姐很想我去啊，也挺好，她挺肯定我的。但她更多的是想说，可是我不想冒这个险，或者我不想去，那不就是给她就是负担吗？他们都在为对方考虑。对，因为马姐不是跳槽，是创业。对，对，是的，这是关键。我觉得他两个人挺让人感动的，就是迄今为止两个人都没有明确说，哎，我想带你，我想跟着你，但是两个人都在想这件事。对，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但内耗的就只有 paper 啊，因为是他有这个诉求，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给他发个消息呢，大不了就是他拒绝我嘛，那我就继续留在这里踏实干嘛，那我就发马姐，那你创业愿不愿意带我一起走？那这句话问完了，不就？他其实提到了，之前他说马姐只要负责创意就好了。现在他去创业了，他要考虑水电煤。我感到他其实的意思，我猜测，就是说，我挺贵的。是。因为毕竟是职场，然后那个马姐呢，我觉得说实话，你知道，她在职场中是有影响力的人，她的 CEO 说，哎，她走了3到6个月的团队动荡是肯定的，对，同时两个人谈了十几分钟，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心照不宣，你非要走，我留不住你，你有梦想，我祝福你，但你不要拆了我的公司，没错，这个起码是要有一个默契的。对，毕竟你服务20年的企业，私下咱们是朋友，也对，我留不住你，对吧？那我继续弄，但是你把客户带走，把团队带走，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对对，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这个默契的，这点东西我觉得他们彼此是清楚的，那么他两个人会不会有一天说，哎，要不我们一起做吧？也有这个可能，我就到 ready 的那一天，对，很有可能。对，其实我自己觉得，领导走了，上来就说我想跟你走。我自己觉得吧，这是很容易说的一句话，对，也是很容易跟着感觉做的一个决定，但往往这个时候最容易做的决定可能不是最优选，倒是说马土来说领导走了，客户露出来，这个你去做呀，这岂不是一个机会？就他那个女生不光脸冷，她思考问题也很冷静，她很冷静。即便我将来有一天带你，咱们再飞一把的话，哥们儿，你比现在强一点行不行啊？对吧？你要独当一面行不行啊？我善意的猜测啊。所以今天不是他两个人在一起的时机。对。哦，就在幸福里耶。哦，他是空奶要装修的，对吗？对。可洗手间在哪？我最在意洗手间。洗手间在外面。啊，公用的脏吗？
但是环境还是蛮好的，我会看下一个。哎，好的，在北边很近。你想走？那太低了，就是做生意人不能低头。我们随时回头联系。你周一周二特别忙吗？是不是那个懒的每次就是出一次？好看哎，你看，我今天看了在衡山路一个共享办公室。我也给你们推荐一下。好呀、啊。我现在都还没有开始，才两周哎、哦，我到哪里挖人？那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下。我招聘都还没有写，才两周，每个人都感觉我已经就是有一个完整的公司在等着我。我倒觉得他应该带着他。为啥？他有点生活上的白痴。对，就是你看他刚才看房，就是他又看外面的环境啊，然后又看厕所好不好啊，这是非常典型的。不适合搞日常运营的人的思维，然后我最在意洗手间。有一些场外信息，其实就是我们导演发现马土兰在工作上别看他雷厉风行，但生活中是有点小迷糊的。然后他前段时间发一个朋友圈说，如果不是创业，这辈子都不知道有骑缝章这个东西。我的天哪，骑缝章是那个吗？对啊，那个敲的章啊、他是个 geek。Yeah, 创意怪才，这个通才的话，它大概像手电筒那么大的光斑。对，嗯 ，geek 的话就一条缝，周围全是黑的。哦，但这种人干个创意啊，写个代码啊，解个数学题啊，都非常厉害，你知道吧？嗯，不要让 geek 去搞柴米油盐。对，不符合，搞不好。其实就是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我跟你很久了，十年了，就是从刚开始面试的时候见到你，其实我一直是。把你当做一个目标感的存在，对。之前节目组也问我嘛，就是说，如果形容你用一个词形容你是什么？你猜一下我说的是什么？我啊，一个词啊？对，我不知道。或者是一个比喻，像什么？像什么？我后来取说的是启明星。哦呦，启明星。对。你喜欢这个词吗？喜欢啊，但是它就有点太大嘛。就是我可以看到我的目标一直在突破，因为从原来我们在15楼，对，做小的项目，到后来慢慢的做大的项目，做 global 的项目，就越来越突破。就是其实我是能感受到你在不断的打破天花板，我也是跟随着慢慢在进步的。就那天收到消息之后，第二天不是找你聊吗？你觉得要再一次突破一下？我当时其实听到时候可开心了，因为我觉得我的目标，然后我称之为启明星的这个人，然后他又在做突破了，我觉得我没跟错人的那种感觉。然后但回头回到我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我其实是有点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办了。这个不要着急啊，你想我想创业这件事想了7年。我觉得你首先问的是说你还有哪些选择，而且你不要想得很模糊，你要把它想得很具体。譬如说我如果要转行，我做什么，它具体的实施方法是什么，我有哪些可行的，我有没有去为它努力过，它靠不靠谱，它对我未来的改变是什么，如果我要 B 是什么， C 是什么，然后你再来判断一下，然后所有这些理性的东西都分析完了之后呢，你再来一个感性的，就是不是说了吗，当你有人去扔那个正反面的时候，他没落下来的时候，你已经是有想法了，因为你期待他，譬如你正反面啊，求求他一定要落正面，那你干嘛要扔？就证明你其实心目中已经有想法了。好明白呀、所以在当我们去把这些东西拆解了之后，你具体的去看的时候，都很理性，都很理性，但最终让你做决定的一定是感性的。你觉得怎么样去度过这种迷茫期呢？要是一个上了5年班的人。你就给自己完全不用上班，还有5个月以上的生活费，留点底。哦，这样的话，所谓的迷茫，很多时候是去与留的迷茫。可以让你在去与留当中做个减法。你可以放空一段时间，150天，足够了。足够了，能想明白。对，如果这个人是一个还是愿意上班的人。对，他给自己放不到150天的啊，他会毛掉的。我们可能闲15天就毛了，真的，5天都不闲，一个礼拜待满。你最近这么缺钱吗？没有，是这样，因为我闲过15年。
哎呦，你这样说的好心疼啊！我闲过十五年，我那十五年基本上都是迷茫期，就是我希望我是做作品的嘛，做音乐的，有好的音乐其实就是口口相传，你能帮不能表达自己情绪的人抒发情绪，你能给一些人提供一些情绪价值，这可能就是一个音乐从业者能够做的事情，那市场也会给你回馈，你的作品会被更多人听到，说哦，原来这讲的是我的故事。当我有一个，比如近期有一个爆款作品，我会带着我的这个作品出来跟大家社交，这是我最近做出来的一个小成绩，你要不要继续找我合作？因为我在没有成绩的时候，我发现我是一个很难说服别人的人，就我还不如先说服自己沉淀下来，这可能就是我度过迷茫的一种方式。你是真的很爱你的工作哎，我爱死了快，所以为啥说我现在每天都很开心，早上都是笑醒的。我现在五天也太长了，五天真的现在对我来说太长了。这个歌也挺好的，五天太长了。哎，五天太长了，多有想象力啊，是吧？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五天也太长了。每个人有不同的解读，你最好写的不要这么具化那个歌词，因为有人觉得周一到周五上班太长了。五天太长。真的耶，打工人五天太长了。对啊，职场太长了，太共情了。一周应该有三天周末才好，说不定哦。对，我觉得像刚刚那个虎哥说嘛，他说他为什么不迷茫，因为他始终知道他想做的是什么，做 ST 包括音乐本身。所以我觉得所有打工人也可以是，你迷茫的时候就想一想，你打这份工就咱是来干嘛的，对吧？如果我就是简单的只要挣钱养家糊口，那只要这个回报是满意的就不迷茫嘛，我的时间就没有白费。如果我是来寻求个人成长的，哎，那确实这里有天花板了，我再待下去可能我没有成长了，那我就得想想别的办法了。那我们当然希望一份理想的工作就是全部都有，但真的很难。所以我觉得迷茫的时候你就想自己最要的是什么，如果最要的那个是一直在可持续提供的，那就没啥好迷茫的了。真的是。这个是我第一次看的。听说你要的。你最希望马姐能够对你说的是什么？我其实最想听到她可以评价一下我，因为其实马姐属于那种一个非典型性的一个领导了，她属于是鼓励式的，就很少去批评大家。我自己也想鼓起勇气去听一听我的不足。这是什么？这是之前采访的时候 Paper 说想听一下你的评价。评价他？为什么想听别人评价我？常常都是不要评价我，你想评价我你自己评好了，你走开。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是我最讨厌别人评价我。Don't judge me， 因为我认为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评价我，因为我就是我，就哪怕我妈对我都很重要，我也不想说妈你觉得我怎样，我就不会。所以我反而很好奇她为什么想要听我评价，就我很佩服她的勇气啦。对，所以你还要给她写吗？我可以的。会不会是因为你是她特别重要的人，她想知道你怎么看她？我也一直在想 paper 有哪些方面可以突破。那你现在刚刚升 CD 了，我在想说带团队这件事情，因为你是刚刚才带，它不可能天生的，所以我觉得哪里是可以改进的。你记不记得有几次我跟你们 review idea 的时候，你们没有一个集合的 idea 给我的，都是还是每个人在说每个人的，对吗？那你觉得从我的观感上是什么感受？
我就等于这个 leader 是没有的。嗯，因为我需要有一个 leader 的原因是让他来跟团队去交流，完了之后帮团队去做出判断。但是你的感觉就会让大家说好，各自说各自的。我的想法其实是那样的，就我不想把这东西全都是我来说。嗯，对，因为我想让每个人都去表达，你就分配，就团队感会比较弱一点点。你还是可以在学会跟他们在聊的时候已经有明确的倾向，不然他们就会觉得你不重要。其实我有点那时候有点模仿你了，因为那时候很早的时候不是你带我们，其实就是一直在聊，就是真的是每个人来一遍那种。所以我现在在和他们聊东西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但是有时候会出现一种真的是拗到说不过。嗯，对，所以我就会尊重说，我说 OK， 我能帮你改到什么程度，然后你可以说。你知道吗？其实你说服团队的人，他的难度不亚于说服客户的。对，只不过是说有时候很多人觉得，创意本身没有对错嘛，只是好坏。因为有一些东西你一听就一百分的，那就完美嘛。那如果说你就是个60到63到65，然后就讨论个2小时，它不值。所以有一些我们可能就是更快速的去判断哪些我们可以往下走，哪些可能不要了也没问题。所以我希望你更加的自信一点点，因为它需要时间和尝试去做的东西。好，那我就开始了，谢谢大家。虽然下午大家会很困，但是我们刚才都喝了咖啡，所以一定很精神。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三个大的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会直观的揭示我们的卖点，创造营销话题。所以我们打造一个新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利用消费者本身会产生的这个质疑和疑惑来回答。好多现在年轻人都回归菜市场了，上海阿姨就说农好啊，就是这个农也好，所以说的是一句农好，一杯也要农好。像农历头发多难的资产呀，就很多人已经没有办法奢求这个了。好，第二个方向，小咖更浓，说的是说我们每一位在座每一位都不敢说自己是大咖，所以是小咖小农咖，也是每一位认真活出生命之路的非大咖。天才，真的是。然后我们最后说的是大题可以小做，它很好啊，我为什么不装更大杯一点点，就是因为它刚刚好够了，我知道这个情绪再浓的东西它不能太长。好，好厉害啊，听大家讨论看看吧。超级高兴，没想到今天有这么多的一些方向，你文案功底真的是很好，谢谢，很有趣。你就沉淀下来一些东西，生活很淡，我很浓，我就觉得就是很跳得出来。它在这一瞬间的情感的这个连接，我觉得是跟我们做这个产品的这个思路是挺像的，所以我自己也是最喜欢 Direction Two。哇，这个人太厉害了！刚才这一段最后的这个环节，就有点像我们演唱会有那5分钟嗨点，是很像，就很像那种一个主角的一个高光时刻。嗯，对，对吧？突然之间你就感觉他那个光环就绽放开了，更具象了。对，他表现的那种云淡风轻的松弛感，总能让你感到他的核心肌肉其实绷得挺紧的。就是当他跟那个 paper 聊天的时候，他其实像捧哏的。但其实他两个人的态势和关系我们是清楚的。所以真正所谓职场上的松弛感，我倒觉得是艺高人胆大。你又艺不高，你又弄得天然很松弛，对吧？那就懒散。对，大家都比较向往松弛感，向往姿态轻松好看的达成一些目标。尤其是女生，我们感觉更强烈，就是你事业干得很好，同时你的个人状态也很好。个人状态意味着岁月没有在你的脸上。
的方式。嗯，对，我突然间觉得它像古代的那个铜钱，它中外圆外圆内方的，嗯，它有方圆的一个人，他就是在外一直在显示自己圆的一面，嗯，没有棱角，但其实内心是有棱角的一个人，他，嗯，就有点像这样。而你看他对别人的善意，他说他的反应会滞后，嗯，但他会流进心里，就是我感觉他好像天然的把生活中很多情绪跟自己做了一点隔离，嗯，那么隔离出的他这个他自己就可以对那些广告创意更敏锐，嗯，他不断的发展他自己作为 geek 的一面，嗯，同时也让自己日常这个状态就是像水一样无形无物，嗯，啊，就真是厉害。其实我们都挺喜欢马土兰的待人接物的，嗯，但是 paper 怎么办？好点，对，所以我们现在能理解为什么一开始他自己会迷茫，为什么这么有落差了？对，的确这是一个很好的厉害啊，人格魅力。paper 你怎么办？快告诉我们。就是来上海以后第几次搬家了呀？第三次搬家吧，有点仓促，因为前段时间一直在忙嘛，也拍片出差也没有时间。这次就特别明显感觉啊，真的好累，生理上的那种累导致我自己觉得啊，好像有一个自己的家好像会好一点，不安稳。其实是有时候是习惯嘛，就是当你习惯一些东西的时候，一些事的时候，突然改变你会不适。我搬家的时候翻出来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就没丢，当时就这个 brief。对的，哦，这个是，哦，这个当时拍摄的脚本，这个是拍片的时候的 rundown。 啊，是在现场拍摄的时候，对，每一咖拍的什么，其实有时候啥你也不懂，那时候还不知道啥是 rundown 啊，什么是 shooting ball 呀，对吧？你刚入行的时候其实很多广告圈的专业术语你是不知道的。那看看还有啥，啊，这也是个本子啊，写了好多曾经的记忆，你看的时候就真的会历历在目，真的，哇，你看写的，wow.多好。哎呦，我也是啊，我主持的所有的晚会的手卡都留着。这个吗？哇，这个是墨宝，这我等他升去买房了。嗯，这是马姐写的。哦，这是马姐写的吗？对，这是马姐写的，我还没裱起来，还到时候买个画框，因为搬家嘛，我就把它折了一下啊。广告狂人，你看这个人写的可大了。所以你很多东西都会留着的。对，我是觉得有意义的东西我会有意的把它留下来。我觉得真的，你看现在翻起来哇，2017年2015年那些东西。哇哦，这是，你知道我找到了一个什么吗？不知道，这是什么 ？Let me see see。嗯，你瞅一眼就知道。哦，我们的脚本呐，啊。Rundown。对，我们的 Rundown。那时候拍那个《三小的伟大》的时候，其实你居然还找到这个？你看上面写的有名字吗？就是其实你当时告诉我两个点，就是到片场首先你要拿到今天拍摄的 rundown， 然后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这个就是你的，你要时刻带在身边，这是第一个事。然后第二个是你要快速的过一下今天拍摄的内容，然后当这个镜头确认好或者中间有一些变动，你要加一些 tips， 完成的时候你要打一个勾。对，你当时就是有点教我的那个东西，我其实一直保留到现在了，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细节。我要保留，因为很多导演呢，他自己给拍糊涂了，对，他有些镜头都漏了，对，拍着拍着他们都忘了。对，不过这个真的很难得哎，好久好久了。哦，我还有照片呢，我们在那个捧鸭子，在暖鸭子。对对，暖鸭子。这个真的回忆很好，我觉得真的哇，我们好努力哦！想想我们的人生，对，我觉得那几年过的也没再白过呀。现在回忆起来好充实，对，就可怀念那段时光了，真的。嗯，现在也是了，现在也可以很充实了。成功都是有原因的。如果有机会回到过去，想对对方说什么？我觉得我们过去挺没有遗憾的，我觉得，我也是觉得，所以现在想和你说，
因为你其实在之前一直有提到说我有对你有多重要，是启明星什么的，但是我一直想跟你说的是你非常的优秀，就即便没有我你也会做得很好。今天的所有东西都是你自己努力来的，包括你的反思、你的总结、你的学习能力，还有你对广告的热爱都没有变过的。这一针 OK 的，然后到最后的那个，但我觉得还是最保险的还是找个 reference。可以再往右来一点，你们觉得还要调整，所以我现在得问一下这个情况。你看人跟人的关系好奇妙啊。他在马桶栏对面比现在这样小了5岁不止。嗯，对吧？在对，就姐姐跟弟弟和独当一面的区别。哇，说实话，那个这个是我们完整版，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之前我其实还是蛮担心的，咱们交不了这么完整的一个状态嘛，因为我们担心花了那么多钱出不来这个效果，对对对，但是最终还是超预期的。嗯，在这之前的时候，我们本来还讨论说马姐中间有离开嘛，然后也会比较担心，然后说会不会按照我们原定的这个日期，然后顺利完成。看到今天我也很放心，就是当时的我相信也没有错嘛，对吧？主要是大家都很靠谱了，对，嗯，我们北京的康，对，就很给力，真的很给力，每天就盯的什么东西都盯得很紧，好在就是还不错。好嘞，那就今天先这样。好，谢谢你，辛苦了，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那下次欢迎再来。好嘞，好嘞，辛苦马姐，不用送了。要送。大家还记得自己的职场第一单吗？吉如的职场第一单就是律师吗？就是律师。我职场第一单第一次独立谈判，那个时候我从业一年，我对面对家律师是两个从业了3-5年的白人男性。嗯，然后我老板就这个启明星叫你去，我说就我吗？他说就你，你跟他们讲。但是呢，他当时在我办公室，他在听着，然后他不停地在纸上面写反馈，手把手的教该怎么弄，不该怎么弄。然后那张纸我拍下来了，我就记得他写了 You talk too much。 因为我在谈判中不懂得利用沉默给对方施压。我年轻人都是这样，是不是？就是哎，然后他就跟我讲最大的问题，所以直到今天我都经常重新再看这句话，我觉得我学到很多。你的职场第一单？对，我的第一单应该是2009年吧，当时写了一首歌叫《十亿》，因为当时我就看到了一个缺口，我说现在好多电视剧都是罐头音乐，就是找的罐头音乐贴的，要不然就是现在市面上存在的有一首歌还不错，导演觉得也还行，能贴进来的。定制的话，那些年还是比较少。当时他们剧组在选演员，我听说这张 OST 都要外包出去给别人去做。那我就这个时候我就假装嘛，我说要不然我也进去听听。当时就带着我的一些之前写过的一些歌，就进到那个里面，跟导演们张牙舞爪的在讲了一些，推着自己就开始演讲我的那些故事。导演看了半天我的歌，他一句没听进去，他说你这个人挺像我们片子里边的一个傻子的。就我在里边，我说嚯，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然后我就在里面演了一个角色，那个角色就是经常老跟着 F4 想加入他们，然后呢就是老介绍自己有多么优秀。我一想，哦，那不就刚才我在介绍我自己歌的时候那个状态吗？我说我去演没问题，然后就去演了这个角色。在剧组期间呢，我就把剧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我就开始，就是当导演在休息在放饭的时候，我就老拿着盒饭在旁边晃悠。我说咱们我对男一号这个角色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导演说你想演那个角色？我说不，我说我觉得他那个故事我有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个时候应该贴一首这样的歌。我说这样吧，我说我说呢，就是空的，我这两天我写写看。我就把剧本读完之后拿着这首歌给他一听，听完之后他们说怎么这么对啊。我当时就说应该是成了，然后这就应该是我的第一单。他真的是自己争取来的，对，自己扣开机会的门啊，特别好。你的第一单呢？你的职场第一单是什么？前辈，是啊，哎呦，那真是好多年以前了。然后当时我们做一个在城市里面招募志愿者，
到贫困地方的学校去做老师，然后就跟老板吵架，一屋子的人，吵什么呢？这一个月的生活费，志愿者是志愿者，没有工资哈，对，生活费、生活补贴350块钱，我说少。那是几几年？96年嘛。一个月啊，很多，360块钱，我说少，我就说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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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半天，老板就说，说你毛孩子，你再想想。到后来实施项目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当地确实贫困，他们会觉得这个志愿者来的时间其实也不是很长，听说补贴还挺高，于是反而给这个志愿者在当地开展工作带来了一些障碍。就一年以后我才明白。十年对两位来说意味着什么？十年对我来说意味着，我觉得是幸运。幸运？对，就觉得自己其实一路走来，我就是在工作上是幸运的，对，成长也是幸运的，然后还可以遇到一个一直相处到现在，就马姐你，就是我觉得也是很幸运的。我就很感谢自己这个工作的机会。我学的广告，然后我还很爱广告，对，然后还遇到一个亦师亦友这样的一个人，做广告的可以待这么久，我自己现在回忆起来的话，就虽然说不可思议，但我自己觉得还有点内心。非常努力的年轻人也不断的在找机会证明自己，你看2014年到2017年嘛，然后我们就有了一个机会做那个奥运。2017年你的变化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就不是一个白纸了，对我来说你是一个团队里头的小伙。
正好要离开了，所以我最后想说的是，你可能经历了很多，有很多很多东西，可能写的满满的这张白纸，别人给你画了很多东西，但最后我还是想说，让你做回这张白纸，就是重新的再想想，哎，如果今天我还是那张白纸的话，我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不要想身上的所有的负担和枷锁，任何东西都不要想，就是今天我还是回到最原始的那个状态，我在2023年在这一刻我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就可以了。对，所以这个10年之后你也不是别人嘛，你就还是 paper 嘛，对吧，就是你自己嘛。谢谢马姐。那我来看这个是啥。他说我现在对于一开始的问题的想法是怎样。本节目由 BOSS 直聘联合出品播出，找工作上 BOSS 直聘直接谈，微信搜一搜职场话题，参与问一问互动，看嘉宾走心回答，上微博参与职场话题讨论，分享真实职场情绪涌现的瞬间。其实你刚才在画这个像是一个总结这10年这个历程这个图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感慨还挺深的。我喜欢你最后那个回答，就是说你想自己的突破或选择的时候还是回到最初的一张纸。 对， 对啊，初心不变。对，就 paper 还是 paper。 对对，你知道不可会模仿你了。那天就我说，哎，马姐走了吗？她说对的，背上小包，吭吭吭吭。真的？对，学的可香了。第一个教我做人的人，不应该做广告人，而是做一个人。我年纪轻轻还说出这话了哈。一10年前呢。我自己现在回头想的话，就午夜梦回那种感觉，哇，都10年了。天哪，我们已经认识10年了，我们一起工作10年了，感觉好久好久，但又好像就在昨天那种感觉。在我们人生最好的、脑子最灵活的、然后也最有情怀的、最冲动的那些年，我们是一起去工作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得。然后觉得幸亏有这10年吧。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画得很粗糙哈。没有了，他又要收回家了这张纸。时间不能想啊，不能想啊。是，距离我跟陆虎，我们两个认识19年了。我的天哪，我们还这么年轻，怎么就这么所以就有时候时间啊不能想。我也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这个节目对于许君如同学来说是一个特别费眼泪的节目。其实片子一开始呢，我觉得 paper 的状态挺奇怪的，我说你工作10几年了，独当一面了，你怎么要问你的上司这么简单的问题，我怎么办？我该就是我感觉这些问题不像是一个成熟的职场人会问出来的。但是我看到最后才明白，就是说当一个人面对一个自己绝对信任、绝对追随，并且可能这个人保护了自己很久的时候，你可以退回小孩子的状态。你其实也有答案，但是你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个确信的感觉。我在我的职场启明星那里，就最早那时候做律师几年嘛，因为他是我的 mentor， 我觉得我也是在他的面前可以始终是一个像就像一个小孩那种感觉。Paper 不是说嘛，马土兰是教他做人。我觉得就遇到一个好老板、好前辈、好老师，他教你的东西根本不是那份工作里面范畴的，他教你成为一个更好版本的自己。后来我不做那行了嘛，做跟媒体更相关的，他就跟我讲，他说那你去干那行，那个行业的压力，各种各样外面的评价，包括你可能受到的委屈可比这里多太多了。是，他说你啊，不要再动不动就哭了，因为你要保护你自己。
啊，我现在自己出来工作，确实是没有人会像当年的他这样子啊爱护我了，那我就自己爱护我自己。就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你非亲非故的人，但是他你在他的面前可以永远做一个小小朋友，嗯，我觉得还是那还是很幸运的，幸福的，嗯，对对对对。他有点像除了我们父母之外的角色，是哇，到底是老友记啊！我们随随便便每一期都会想到自己的好多老友，老友真是老友。其实我觉得老友就是这样子的，他是我们的内心当中一个安全感。我们看到了这一对10年的老友，真的很想给他一个建议，就是，继续在这家公司做下去，但是不要跟马土兰断了联系。你们可以一个月，吃一次饭。啊，或者喝一次咖啡，是因为这样的话，你永远可以有一个倾诉的对象，你有一个安全的港湾，嗯，彼此充充电，对，彼此分享一下公司的吐槽啊，对，都可以，对，因为你们要都为了自己的梦想继续走下去。本节目由 BOSS 直聘联合出品播出，找工作上 BOSS 直聘直接谈，上极光 TV 搜索“老板不知道的我”，大屏观看更多精彩。好，谢谢这一对职场老友带给我们的感动。那下一周我们又会看到什么样的职场老友的故事呢？老板不知道的我，有问题直接跟老板谈。我们下周再见，谢谢。微信搜一搜职场话题，参与问一问互动，看嘉宾走心回答。上微博参与职场话题讨论，分享真实职场情绪涌现的瞬间。感谢微信搜一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微博纪录片，关注微博纪录片之家，同步更新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感谢合作媒体会火、娱乐资本论、看电视、直击面试专访组、凹凸镜、伊利集团旗下创意内容厂牌、印刷厂、新营销、Offer 先生、思维体验、深度文娱、独库立体声、三个火象手、独鱼传媒、内参、瞎说职场、晚睡、袁姐、Fighting Mom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